由于前几天答应了诗诗姐，以后要好好学习，所以想着今天下课认真复习一下。我前两天不是答应你要好好听课吗？然后我复习一下，这个英语。哎呀，你啊，让我看复习什么？不是你。华语啊。拿过来。我怎么看人家小视频呀、啊？你别拿过来！哎呀，哥哥。完了，看样子是误会了，也不知道他看没看到是杜老师。你还在这笑，你就不怕同学们发现？王宇啊，哪道题是这样？纠正你。这个。那个，离我这么远，我怎么教你啊？我这儿坐两页。应该。快一点啊！啊。不会有人来了吧？这个题。就是把这边的和这边连起来不就完了？你都翻译出来了，你还不会连？那我觉得我不知道这对不对。那我教你。啊？哪这样啊？教你。这个往这个方向连，这个往这个，明白了吧？现在明白了。那你现在明白了，就把这些题做了吧，回去做，做完拍照片给我。啊，那我万一这个回去我也做不对了咋办？那你这样。啊，这是。喂，王宇，哪道题不会做啊？累死了，都不知道给你打电话。啊，那人你把书给我，我在这儿再坐一会儿。那我都叫你半天了，你不知道请我喝杯水啊？啊，好，请。是啥？六啊！打电话给我呀，我这儿坐点儿，快点啊！你别拿过来！哎呀，这个往这个方向连，这个往这个，哥。